慧发财，慈悲就会发财，慈悲就是财富，慈悲就是财富，慈悲就是智慧，慈悲就是智慧。啊，有智慧的人就要经常去慈悲啊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，希望各位在家里不要杀蚂蚁，好不好啊？不要杀蟑螂，给他一条路走。你家里蚂蚁很多怎么办？不要杀它，你就把他们喜欢吃的拿远一点，跟蚂蚁讲一下，蚂蚁比老鼠还厉害，你跟他讲这个念头他就知道。动物只是不会讲话，但是你的念头他知道。你去买一个老鼠笼回来，这两天老鼠就不见了，因为老鼠很知道你要干嘛的。所以动物都一样，特别蛇，那些蛇它只是不会讲话，蛇有他心通，你想什么它知道。所以呢，牛也有宿命通，佛教讲牛，这只牛，你要吃它杀它，它都知道你过去跟它什么关系，过去你是我爸爸，过去你是我的谁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它只会掉眼泪，它只会掉眼泪。所以每一只猪都知道自己被杀几次了。他知道说啊，我来要被杀七次，现在杀第五次，哦，快给点，快给点，要痛苦啊！每一只猪都知道了，这个佛经都有说的，各位你要相信。所以每一只动物，当你要救它的时候，当你对它慈悲的时候啊，哇！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尊，念一下黄财神。这个黄财神谁拿钱来？就是那只老鼠。所以各位，太尿气你也尿紧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几处几处几处，对不对？尿气嘎急，但是你不要去杀老鼠啊！所以希望大家用慈悲心来生活，好不好？把我们的生命变成慈悲的生命，好不好？那慈悲的人不会伤害别人，不会伤害众生。慈悲的人不要恨别人，慈悲的人不要发脾气。过年新希望，不要骂人，好不好？我的吹气也听，唱歌搁歹听，唱歌要好听。来念一下，不骂人，唱歌好听，不骗人，口才好，不背后讲是非，讲话别人喜欢听，不讲没意义的话，说话才会清楚。舌头要绑安全带。现在人说啊，我心肝，我心肝就好，我你嘴就歹，心肝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我想各位要开始练习啊，过年啊，希望老公发财啊，老婆不要骂人，老公就发财了。啊，这很简单的道理。女人哭啊，女人一生气啊，一掉眼泪啊，男人的黄金珠宝就不见了。所以欺负女人的男人一定要遭牢了，要破产。疼老婆的男人一定会发财的，记住了，各位查甫，唔当去歪哥。所以，但是一个男人不爱女人，不爱护他的太太，那这个男人就不好啊，不好啊。啊，兵败如山倒，做生意要倒了，这样。因为女人主财，这是意思吧？所以我想讲慈悲，我们必须从行为，不是说我在吃素很慈悲，结果你去乱搞男女关系，那你根本就不慈悲，骗人的啊！所以慈悲要懂得爱自己的家人，有爱自己的家人就爱别人，爱众生都平等啊。第五，念一下，放生就是觉悟，生就是觉悟。什么叫觉悟？就是了解了，开悟了。觉悟什么？念一下，众生都是我的父母。请问各位，鸡是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？是不是？请问还在吃鸡肉的家丘？还在吃鸡肉的家丘？我你很坦白哦。新年新希望，不能够吃北部啊。所以现在我这次来巴淡岛，刚刚他们带我去一家素食餐厅，嗯，好吃好吃，比我去年来好吃，越来越好吃，啊。我们慈海禅师日前法师说，这两天师父要带你去好多家，这里面还有一家西餐的素食，越来越多了。所以希望大家，如果你要生命发财啊、快乐啊、家庭平安啊、长寿啊，
那你要慢慢学吃素啊，卖假吧，觉悟什么？众生平等，众生都是未来佛。等一下，众生都是过去父母，众生都是未来的佛陀。那你了解了，你干嘛杀他？干嘛吃他？啊！而且最重要，众生平等。一只蚂蚁跟一只大象跟一个人生命是平等的，千万不要以为小蚂蚁就可以杀。啊！这个观念是我们来放生要觉悟了解的道理，因为你了解了众生平等，你就会对众生慈悲，给他快乐也是给自己快乐，帮助他离苦也消了自己的业障，消了自己的痛苦。这个道理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下来。为什么？不然就哎呀，脚痛啊，腰痛啊，啊，心脏病啊，糖尿病啊，那这些都是因为爱杀生、爱吃肉、贪啊，就没办法啊。再来第六，放生就是实践。放生就是实践。我们要实践慈悲，我们要实践众生平等的道理。那你要把这个放生成为一个行动，真的去做。所以我们现在发达了，这次有一位大陆的菩萨来，专门在大陆救狐狸耶，狐狸。一只狐狸350块人民币，他那边听说已经救了10000只狐狸，里面有4000只是我们的，啊，大家一起救，然后现在就是要找更新的场地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狐狸呢，每天吃饭要吃多少啊？对不对？他们吃素的，然后就买饲料喂他们啊，保护他们不要被杀，因为杀狐狸最大的残忍是什么？他们都是活活把它扒皮。扒完皮就给它丢旁边慢慢死，他也懒得给它让它流血死嘛，那他就是要他的皮活活的扒比较好扒皮，然后就丢在旁边冰天雪地慢慢挣扎慢慢死，然后那尸体堆了像山一样，好恐怖啊。为了人类身上要有皮毛，喜欢穿有毛的，喜欢带有什么什么，现在马来西亚杀蟒蛇都买到欧洲，他们喜欢牛皮已经不流行了，现在喜欢带那个蛇皮的皮包，啊，四脚蛇，你们巴淡岛也有四脚蛇，蜥蜴的皮包，那这些蛇就一直要被杀掉，大蟒蛇啊，蜥蜴啊，所以大家喜欢用兔毛的围巾，对不对？羊毛的东西，鹅毛的东西，好在各位已经长在夏天的地方，就比较少用毛的了。你要长在冬天的地方，你就杀其他的动物的皮毛来用，这是不公平的，啊！所以我们放生，了解这个道理，啊，不要杀生了，不要用动物皮毛的东西啊，这样最好，啊！像各位买皮鞋，以后就换成布鞋，像巴淡岛多好，都穿拖鞋，穿凉鞋，对不对？不怕冷，你就少一点造业。老实说啦，你一辈子穿这个皮鞋，你相不相信下辈子好几次他穿你用你的皮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，因为你每踏他一下他就痛，这没办法。所以因为生命有轮回，不是死了就算了，所以我们放生就是实践佛陀的慈悲，实践佛陀的平等空性的智慧，实践佛陀要我们救苦救难的行为。第七，念一下，放生就是积极。放生就是积极。有些人说，哎，我们去放生，不用了，我没有杀生，不杀生只是消极的。哦，我有吃素，吃素才终极而已啊，放生才是最积极的，救命的功德。所以，如果你爸爸妈妈喜欢吃肉，那虽然他现在不懂佛法，还没办法吃素，但是你积极帮他放生还债消业障，啊，刚刚讲过，你帮他放7只，他不会下地狱；你帮他放18只，哎，这辈子的杀生的恶业消除掉。不然的话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各位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的家族，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，结果他们所有的家族的人是全部被杀掉，杀了3天3夜。
杀掉，女生都把它断手断脚慢慢流血，男生呢用20头大象绑在地上，大象踏过去踏成肉酱，没有死的再给它丢在河边，涨潮的时候淹死，3天3夜，很可怕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故事我必须再讲一次。别人就问佛陀说，佛陀啊，你的家族不是都皈依三宝了吗？学佛了吗？为什么还这么痛苦的恶业而死掉？3天3夜。佛陀说，皈依了，修行了，但是业障没消除，像目犍连尊者，目犍连尊者是被打成肉酱而死的。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为什么被打成肉酱呢？虽然他已经证阿罗汉有神通了，但是过去是他是在抓鱼的，他专门抓大的鱼，抓上来以后怕他乱跳，跳到大海就用棍子把那个大鱼 敲到他头昏掉，然后呢趁鱼还没有半死半死的赶快送去市场卖，他每天就赚这个钱。所以后来他供养了一个出家人，发了一个愿，希望将来跟这个出家人一样有神通，他发了这个愿。但是虽然他后来出家了，成为一个有神通的阿罗汉，但是他杀鱼打鱼的恶业一点都没消除掉。所以目犍连虽然神通，业力，神通抵不过业力，他这个业来了，他一样被打成肉酱。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要积极的忏悔，积极的放生啊。再来念一下，放生就是方便，放生就是方便，就是一种方法。我刚刚讲了，家里有人要开刀啊，你的朋友得癌症啊，他要做生意啊，他想要房子赶快卖出去啊，他想要赶快开悟消业障啊，那放生是一个最快的方法。不管你要得到世间的长寿富贵啊顺利，你要得到修行的智慧，你想要赶快成佛，那放生就是可以满足各种的方法。放生是这么最好的方法。那请问放生加念佛可不可以上品往生极乐世界？念佛的人就是要去极乐世界，但是你加上放生又吃素，那你就上品极乐，所以放生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我在这边讲那么多，就是希望各位住在巴淡岛放生还很方便，很方便啊！淡水有淡水的水库，海水有海水的啊。然后听说物命又便宜啊，然后你也随时随时都可以救。再来，放生就是解冤，放生就是解冤，冤就是冤亲债主啊，冤亲债主就来讨报仇啊，让我们跌倒啊，让我们生病啊，让我们亏钱啊，让我们夫妻吵架啊，儿女不平安啊。所以如果家里有佛像啊或是一本经也好，每天拜一拜，跪下来忏悔业障。然后呢我们又加上最近多吃素放生啊，然后就可以把冤亲债主超度了啊。再来念一下，放生就是消灾，放生就是消灾，这个世间有水灾火灾地震，哪怕你是救一只鱼啊，但是呢就算你没有办法参加，你拿出1块钱新币放在这边，我这个要去参加放生，那你就参加了啊。这个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在放生救命，然后你就把这个钱说，我这个要去放生了，那就消除这个灾难。你儿子骑摩托车出去，你会很紧张，他会不会有车祸啊？但是你就赶快去参加放生，对，这1块钱我是准备放生的，这样，所以消除他的灾难。再来念一下，放生就是治病，放生就是治病，生病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再有钱呢，都抵不了。就不要生病就好，现在还流行癌症这样啊，动不动就癌症。所以那各位，如果你去放生，就很快的把这个病给消除掉，最快的方法，不管什么病什么病。所以我们每天，我们在台湾号召很多地方，每天至少30场到50场的放生啊，每天都在做，然后是希望这些共同善业的功德回向啊，回向大家少生病，生病的人赶快好起来，因为你救他的命啊，你救一只鱼啊，就等于救他全部的生命，从眼睛、从头、从皮肤、从胃肠，通通救到了啊！所以你全身的地方都救到了，因为你救他的命。特别鱼都是被泼肚子，这些石斑鱼都是活活的去泼肚子的啊！
给他放血，给他剖肚子，给他。